陈松勇大哥去世了。是，有收到了。嗯。这个世间的无常，直播到一半忍不住拿下眼镜用手擦了擦眼睛，艺人许孝顺被观众告知大前辈陈松勇逝世消息，太过震惊难掩情绪。啊，哪有这个音啊，你搬走囡仔带出来出去，哪个还多少钱？事实上，两人曾在2015年合作过电影《我们全家不太熟》，而这也是陈松勇生前最后一部作品。但消息来得太突然，艺人王彩华得知后也是难以置信。真的，他一直不是都好好的吗？在我们印象中，他是一个非常照顾晚辈的一个大哥。在脸书上 po 上日前和金马影后陈淑芳一起到陈松勇家中探视的合照，和那交情很好的资深媒体人连长玉也在第一时间发文哀悼，说又走了一位大明星老朋友，太难过了。疫情的关系，来不及在这个冬天去看你，一路好走。而演员刘志翰也在脸书发文致上感谢之意。其实我们是刚刚前不久才知道这个消息的，对，然后我们他是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前辈，所以我们都很遗憾，对。因为陈松勇在2000年后逐渐吸引艺人们，虽然不一定有合作过，但肯定都看过他的作品。如今一代金马影帝离去，演艺圈好友各自表态致意。TVBS 新闻吴俊贤观影 Table 的，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